And how we. Facebook 面谱网宣布同通讯网站 Skype 合作，喺社交网站推出视像聊天服务。在加州洛杉矶的英式商店和酒吧预备欢迎剑桥公爵夫妇到访。奥巴马总统在市民大会上首次发送总统推特信息。加州的精神病院职员抗议，要求为他们提供更多安全保障，防止受到有暴力倾向的病人袭击。美国女子足球国家队在分组赛事首次落败，需要在半准决赛当中对巴西队作赛。荷里活电影《Zookeeper》的工作人员在洛杉矶举行的首映礼上否认在拍摄期间虐待动物。